Hello， 各位观众，又到了这个金曲妙韵岁月情啦吓，咁啊，今日已经唔经唔觉咧，又过咗一个长假期啦吓，呢个复活节，咁啊，唔知道大家玩得开唔开心啦？我咧就要行开咗，即系离港啦吓，咁啊，冇去到井冈山，唔使担心啊，所以我冇事吓。咁啊，我听讲咧，有啲香港人就走咗去井冈山，就话朝圣吓。咁就如果你明白嘅咧，就知道喂，真係傻嘅咩？走去井冈山朝圣，大佬咁可能老母咧就真係几咩嘅吓，俾嗰啲香港人咧领略吓，搞革命咧，即係唔係请客食饭嘅，随时粉身碎骨吓，等佢哋即係知道去井冈山朝圣系咩一回事。咁于是咧就成条桥都断咗吓。咁我就系啦，嚟讲啦，咁就。有啲私事啦，咁就翻到嚟咧，就可能因為時間關係咧趕啊，咁就唔覺意咧就將我之前咧留寫低咗嗰啲，因為我做節目咧，有時揾開啲歌啊，或者有時有啲節目裏邊有啲嘢諗住要講嗰啲嘢咧，就寫咗喺個電郵度嘅，咁就喺嗰個備份嗰度。咁啊點知翻到嚟香港咧就可能忙啦嚇，咁啊急急腳咧咁就又要搞呢個禮拜嘅節目啦嚇，準備啲歌啊咁樣啦，咁就一個唔覺意就成個電郵就冇咗嚇，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點歌嗰啲咧嗱，今個禮拜同下個禮拜嗰啲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有其他嗰啲係點咗歌嗰啲咧，麻煩你咧再寫個電郵俾我嚇，或者係我電郵咧係 cantogoldies@gmail.com 嚇，一個字嘅。cantogoldies@gmail.com 或者係去寫嘢寫個 message 嗰個俾我嗰、那個面書裏邊嗰個啊啲即係裏邊嗰個即係啲寫啲 message 俾我啦嚇，咁我面書就係 Jordan Hong Kong 啊 ，Jordan 香港人嘅意思嚇，咁就你可以係啦嚇點唱嚇。咁啊，今個禮拜同下個禮拜唔使驚啊！今個禮拜、下個禮拜嗰啲我記得嚇，所以唔使擔心嚇。咁就首先就啊，係更正啦。咁咧就上個禮拜咧，因為可能我忙中有錯喺度，有時講嘢咧個腦去咗唔知諗咗乜嘢嘢第二度嘅，就係、是、講起啊 Jan Bond 咧細個嘅時候咧見過啊基達爵士嚇 Jack Cater 啊，唔係卡特啊，我講咗卡特。就卡特咧係卡特總統先啱啊，就應該佢細個應該冇見過卡特總統嚇，見過基達爵士啫。咁另外同埋仲有咧就係嗰個韓國人啊，韓裔嘅美國人咧叫 Dyne 嘅，我又係唔知點解我讀咗 Dyne 係應該係 Dyne 先啱嚇，年輕人唔好讀錯嚇啊Dyne Dyne 係 Dyne 嚇唔係 Dyne 啊，我唔知點解我又讀錯咗音嚇。咁啊唔出奇嘅人咧姓人都有錯，記住。錯而能改，善莫大焉，係嘛？咁啊，有錯唔係一件值得羞恥嘅事，但係如果你死都話自己冇錯咧，其實就係錯第二次，咁咧係一件好愚蠢嘅人先會做嘅事。咁啊，我勸尤其是年輕人，千祈唔好咁樣做，因為你只係浪費緊自己嘅時間嚇。咁就今個禮拜咧，我想講一講啦，因為咧上個禮拜啱啱過咗去呢、這個《近代豪俠傳》咧。就播咗第194集啦，我唔知各位有冇睇到啦。咁咧，啤利哥啊，咁啊喺佢度同埋翻手足啦，喺嗰個節目度咧就話會做多6集嚇，咁啊做到第200集。咁我覺得值得講一講嘅，就唔係因為我係呢個電台嘅其中一個主持人嚇，亦都唔需要幫佢哋賣廣告，因為佢哋嘅收視，我諗我嘅節目嘅收視係差唔多全台最低咁滯噶啦嚇。就算唔係都數一數二啊！咁所以我唔需要喺呢度同佢哋賣廣告，我相信只有佢哋幫我賣廣告啫嚇。咁啊，點解要講一講呢？因為呢個我覺得同香港普遍過去呢幾年咧有關係。首先咧，我要俾各位睇下我呢件恤衫，大家都知啊，呢個係真係蘭花系嘅恤衫。呢件恤衫咧就唔係今日買嘅嚇，咁啊係幾年前買嘅。我記得印象之中咧就唔係好記得係肯定係幾時，但係應該係。好似係七一遊行之類咁嘅，咁當時咧，我同一班其中一個女性咧，佢係舊同事嚟嘅，咁佢屋企人咧，一齊，佢咧屋企人就喺度啦，咁啊預先就佢就問我話，喂有蘭花係啲恤衫 T 恤賣喎，你買唔買啊？咁樣，咁我就託佢咧，就因為我可能嗰陣時未到啊，未到現場，咁叫佢我話你幫我買住先啦，咁樣嘅嚇，咁呢個咧就係蘭花係嘅恤衫，咁點解我特登要著出嚟咧？就點解咧？因為我4月1日咧。
其實先至係真真正正今年嘅四月一號啊，即係我上嚟呢個電視台呢度買嘢嗰日啊，先至見到阿啤梨哥嘅，係咪？咁啊，啤梨哥咧就當日咧我就無謂同佢即係認親認戚啦。咁其實咧嗱，阿俊咧可以俾大家嗰幅相啊，大家睇嗱呢幅相咧。在熒光幕度大家看到咧，就係我在2014年3月9日啊！你可以看到咧，有大咪哥啦，啤梨哥啊，夏家佬啊，佢哋全部喺度嘅嚇。咁啊，其實咧，佢哋喺旺角即係唱紅打黑嘅時候，咁啊，當其時咧，我已經影咗佢哋嘅相嚇，罪證啊，呢個反中亂啊，唔係講笑啫，唔係罪證，係愛國愛港嘅罪。的一個證明應該咁講嚇，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先係愛國愛港，叫啲同胞咧千祈唔好買外國貨，中國人用中國貨係咪？擁護中國嘅奶粉啦，食中國嘅米啦，咁樣先至啱嘅嚇。咁呢個咧證明佢係即係絕對係。如果第時有咩冤獄咧，呢幅相就係證明可以證明佢哋真係比習近平更加愛國愛港啦。OK， 咁啊，點解我著呢件衫上嚟咧？就因為咧阿啤梨哥咧上一即係194集嗰度咧就講佢話，其實乜嘢係蘭花系咧？佢話其實咧有買件 T 咧就係蘭花系啦。咁小弟咧其實都係蘭花系啦，屬於係咪？即係有件 T 啊嘛我。咁啊上次見到啤梨哥咧，我就唔方便即係喺度講話。其實我一早咧3年前已經嚇、認識佢嘅英武嘅外貌啊，俾佢英武嘅外貌吸引住啦。咁啊難怪咧。阿啤梨哥話佢好多女啊，嚇好多女埋身啊，咁呢個難怪嘅，因為即係事實上咧嚇，即係有種即係男人咧同唔係男女都係啊嚇，其實咧就唔係讀書多少，亦都唔係你有冇錢啊，而係有一種格，係咪？即係我哋中國人話格，即係人咧係要有人格，咁啊唔係一隻狗係咪？唔係一隻畜生係咪？就有啲人咧揾幾多少錢都好啦，或者幾出名都好啦。你睇佢好有錢都好啦，其實佢都係一個乞衣嚟嘅，係咪？又或者有啲人咧，佢係唔係做妓女嘅？但係佢咧比啲有啲妓女咧仲衰格嚇，仲雞，即係有雞味過一隻雞嚇，仲雞過一隻雞啊！所謂嚇咁啊，呢個人咧就係呢個即係外國人。我即係之前上一集講啦，即係外國人讀書，佢讀嚟做乜嘢嘅咧？讀嚟咧就唔係咗揾錢，亦都唔係話為咗著件靚衫、華衣美服，而係將一個人嗰個格嚇提升。咁啊，人咧必須要有格嘅，冇格咧，即係你做賊都好，係咪？即係以前話齋，你行出嚟行，有種大哥款，係咪？道亦有道嚇，呢個就係叫格啦。咁讀得書多咧，就會有品啦，係咪？咁做人咧最好又有品，就又有格啦，係咪先？咁啊最好啦嚇。咁啊，我啊講少少關於呢個蘭花系嘅嘢啦，因為呢個咧同廣泛嘅社會咧，我諗係有啲關係嚇。而事實上，佢哋做呢個近代豪俠傳咧做咗4年，咁呢個亦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嚇。我可以肯定咧，我呢個節目應該做唔到4年噶啦啊，做到4個月我都覺得好犀利啦，自己嚇覺得自己好勁啦嚇。咁啊好啦，首先咧就俾首歌大家聽下先嚇，轉頭先翻嚟再講呢個。蘭花系嘅故事，呢首歌咧係潘偉源填詞 ，Chris Barbita 編曲。原本咧係一首英文歌啊，叫做《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嘅英文歌改編嘅，1987年林子祥主唱《千億個夜晚》。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谁
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承担，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系啦，林子祥《千亿个夜晚》啊吓，咁就其实咧呢、這个中港矛盾嘅激化咧，我之前讲过啦吓、啊，就系2012年嘅年头呢、這个 DNG 事件。咁我之前亦都讲过，我自己都发生咗啲事，同位师奶喺个面书上边咧，大家有啲辩论啦吓，咁啊令到佢咧不欢而散。咁就因为喺嗰阵时开始咧。其實而家大概講五年，過去呢五年嘅時間啦，咁啊，其實香港嗰個變化，矛盾咧開始湧現嚇，激化咗出嚟。嗰、那個矛盾隨住2012年嘅七月啊，689上場咧，一路就惡化啦。咁就我哋睇到，亦都睇到香港嘅社會亦都係不斷係開始變化嘅。點解咧？
因為你看到譬如在那個中港矛盾之前，香港人大致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是不是？但是在過去這幾年，香港人變了有不同的派別。譬如舉個例子，上一次立法局選舉，在香港島那裡，很多的所謂的中產人士，據聞香港島很多中產人士的，即是叫做都有讀過下書的人。但是他們支持的人是誰呢？最支持率最高的那個呢，竟然是葉劉淑儀。咁我有啲奇怪嘅，咁啊，即係喺呢幾年咧，我對香港嗰個政治啊，民間嗰、那個嗰啲人嘅睇法咧，係多咗時間去了解啦，同埋去思考嘅。咁啊，俾我即係成熟咗嘅嚇。事實上這個不得不承認嘅嚇，因為人咧，如果你喺順境嘅時候咧，你係學唔係冇學到咁多嘢嘅；你喺逆境嘅時候咧，你會學多咗嘢嘅。咁啊，過去呢幾年咧，有意無意之間咧，我哋都逼住要長大啦嚇，喺香港嘅香港身處於香港嘅香港人，咁亦都有啲嘢殺到埋身啦。政治咧，亦都係一件開始唔能夠唔理嘅事啦。尤其是對於年青人嚟講，係咪？咁啊，好啦，咁啊，講翻呢個蘭花系啦。咁啊，蘭花系咧，其實就唔需要我講啦，大家都應該知道下，就係話其實佢哋嘅湧現咧，就因為水貨客啦，係咪？最早就係應該係陳雲先生佢嗰個所謂香港嘅城邦論啦嚇，嗰、那個城邦論開始嘅，咁就係講我哋要守住香港，係咪？就同中港之間咧有個區隔，咁跟住咧就有啲譬如蘭花系咁嘅人出嚟。蘭花系咧，其實我初頭咧，嗱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嘅個人嘅經驗啦，因為我就唔係好識認識佢哋嘅。在那個傳媒啊，或者在那些聽到的時候咧，就話啊有班咁嘅人，咁我覺得幾過癮嘅，因為點解咧？搞政治咧唔需要一定要係一副，其實做咩都係，係咪？人生咧，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咧，佢係即係咩都好咧，有一個幽默感喺度嚇，搞政治又好，即係點樣都好咧，唔需要話一定要鐵板一塊嘅，可以有啲幽默感嚇。咁我覺得呢班人嚇幾過癮啦，係咪？咁啊蘭花係。去調理下農務，咁呢啲嘢亦都係一件好事啦，係咪？況且而家呢個世代，而家呢年輕人，尤其是嗰啲所謂左膠好興講，係咪？這個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噶嘛，係咪先？即係所謂愛地球啊嗰啲咁噶嘛，係咪先？咁你調理下農務啦，咁啊最好啦，調理下農務即係係咪先？即係唔好咁多人搞啲消費啊咁樣係嘛？咁啊應該係對呢個地球啊，就係、是、關心地球啊，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於是乎咧，我就買 T-shirt 啦，係咪支持佢哋啦？咁亦都去睇去旺角，剛才講大家嗰幅相睇到啦，去旺角咧支持佢哋。咁啊漸漸咧，我就知道咧，佢哋其實唔係一個有咩政治嘅組織，即係有咩特別嘅政治組織，即係唔同，譬如泛民啊，係咪？或者佔中三子啊咁樣嚇。佢哋背後可能係有一啲政治嘅目的嘅。咁啊我覺得啤梨哥佢哋咧比較。背後嗰個動機係比較純正嘅，即係出於一種義憤，係咪？出於一種男子漢嘅一種真係一個義字啊！即係我哋中國人傳統嗰種叫合客行嘅嗰個感覺，係咪？佢出嚟唔係因為要出名，係咪？咁當然佢出咗嚟而出名，咁啊另一件事啦，係嘛？咁啊唔係佢哋本身原本係想諗住話我哋出嚟出風頭咁樣，唔係咁樣啊嘛，係咪先？咁喺過去呢幾年咧，佢哋事實上做咗唔少嘅嘢，喺網台做咗四年節目。嗱，淨係呢一樣咧，我覺得都係好值得嘉許嘅。點解咧？因為冇錢收嘅，係咪？車錢都蝕埋。咁但係咧，我覺得係有用嘅，因為點解咧？全世界嗱，這個就係即係我之前都講啦。這個所謂科技嘅好處，譬如你彈咗上網咧，其實咧只要有心人咧，佢可以喺網上揾翻嚟睇啊。或者喺過去呢幾年咧，亦都好多人睇到，譬如上一集節目佢哋都講啦，即係話夏家佬都有好多人去佢嗰、那個佢個嗰鋪頭嗰度揾佢啦，多謝佢，叫佢唔好唔做啊，咁樣嗰啲咁嘅嘢，係咪？咁證明咧，事實上好多人咧都係好即係俾佢哋感動到嘅嚇。咁當然啦，我哋唔能夠睇我哋當然希望更加多嘅人俾我哋感動到啦，即係啤梨哥咁係嘛，即係等於呢個好正常嘅。每一個人做節目又好，或者我哋做一件事，梗係希望多啲人認同嘅。邊個話俾你聽？咩民意如浮雲嗰啲呃你嘅係嘛？好明顯係講大話嘅係嘛？
做節目梗係希望多啲人睇，係嘛？收入越高越好㗎啦，最好名利雙收，好似我咁樣諗住，我初頭係咁諗㗎嚇。雖然你可以話我傻嚇，咁啊，咁啊呢、這個阿啤利哥佢哋做咗四年節目啦，咁啊我覺得都有交代嘅嚇，即係喺呢個過去呢幾年整個社會嘅進化裏邊，咁到到今日可能佢哋嗰個反響唔大，或者其實行落去下一步。在這個環境可能都沒什麼可以做得到，我覺得又不妨、啊、轉過一個形式都不是一件 未上不是一件好事來的、啊啊、或者我們聽首歌轉頭回來再講這個、啊、條理龍霧蘭花系的故事、啊、跟著這首歌呢是一首很出名的歌，本來是1953年的一個墨西哥人作的，是西班牙文的歌，叫 Gansela。 Gansela 即是什麼意思呢？ Gansela 即是Who will it be？ 即是我喜歡的人啊，他會是誰呢？他會是怎樣的呢？他會是何時出現啊？他是怎樣啊？即是這些東西。接下來這個版本呢，就後來呢就改了做英文版的 OK。 但是這個版本呢就是2012年一個叫 Hayley Lauren 的女仔啦，那、啊、唱的，那就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的版本、啊、合二為一。那我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out to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Dance with me, sway with m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or sway with me.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ou,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Hayley Lauren 啊，呢個係一個佢唱爵士音樂嘅，咁誒把聲好靚，唱得唔錯嘅一個新人啊。在日本都幾出名的，如果你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他的歌來聽一下，英文版本叫 Sway， 本來的西班牙文叫 Gansela、好了呢就、我講回這個啤梨哥他們、這個近代豪俠傳他們 我覺得這班人大家是出於一種合意的精神站出來、在中國人社會通常都是的，出來做公益的事業沒有什麼人會多謝你，是不是所謂好似阿曾玉成話齋就有苦勞啊冇功勞，係咪？咁啊啤梨哥已經叫好彩啦，因為佢生得咁英偉，所以咧就有啲女舐下。咁我哋連女都冇嘅嚇。咁、當然咧，我唔能夠同佢相提並論嚇、我自己知道自己個貓樣係咪？咁同埋我又窮啦，咁啊冇佢咁搭水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呢、這個都係其次。一個人咧窮唔緊要，樣衰都唔緊要，最緊要係咩呢？即係你，如果你見過啤梨哥佢哋成班人咧，真人就知啊，好似阿咪哥佢哋咧，出嚟有種正氣啊，係咪先？即係人哋企出嚟，點解啲女冧咧？因為企出嚟有種正氣嚇、所以呢啲嘢咧好殺食嘅，即係等於我哋見到靚女都係上等嘅靚女咧，係有種氣質嘅，係咪？就唔係啲膠樣啊，好似而家啲大陸嗰啲明所謂嘅明星啊，其實你係即係個個好似嗰啲整容咁樣，即係你睇到個個都好似差唔多樣啊，咁佢係靚，但係好似啲公仔咁冇靈魂嘅，所謂係咪？即係係唔同嘅，所以人咧記住嚇，點解要禽獸之與凡人嘅分別咧？就係、禽獸咧就係食玩瞓嘅啫嚇，咁啊冇咩格啊嗰啲咁嘅嘢嘅嚇，咁但係咧做人咧記住做到要有格係咪？最好係有埋品添嚇，咁啊就係上等人啦，先至係真正嘅上等人。OK， 就唔係以為話我揾到好多錢，咁又揾到好多錢咧，嗰個唔係一件咩特別嘅事嚟嘅。好啦，跟住來呢首歌咧，就係剛才嗰首歌嘅廣東話版，填詞嘅咧就係小美啦。係我哋2005年啊，郭富城唱嘅。郭富城據聞咧就好似即係嚇又呢個好事近啦嚇，咁啊唔知結咗婚未？咁啊，唔緊要啦，喺度恭喜佢一聲。呢首歌就係剛才嗰個版本嘅中文廣東話版，叫做《飛》。喜愛少了，喜見沖天飛，天天飛。快乐制造的趣味，天与地追寻你，不理天气转变，高的飞，低的飞，思想你，努力发掘宇宙的储备，将爱梦包围你，情像雨荡来浪漫至死，蝶恋花令这天空亮起，愿我心每日不息地飞，情奉爱及完美，给我欢笑给我的伤悲都不记，只因你，你是快乐最后的胜利，奔向吧怎逃避，天空亮起，愿我心每日不息地飞，情奉爱及完美，恋爱给我一世的惊喜，多清新多优美，我用爱慕最后的秘技，体贴地拥着你，早已是不顾忌。